真是太奢华了，连一个垃圾池都建得这么霸气。这里呢，就是长沙赫赫有名的西葫芦，世界上最大的中餐厅，停放了很多的豪车，一看就是有钱人来这里吃饭啊。自强不害，潮水不害。大家好，我现在是在湖南的长沙，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全国最大的中餐厅。这左右两边呢，还有两根花标。它这个大门的造型呢，酷似北京天安门城楼，而且还有三座金水桥。现在我们走过这个金水桥，它这个下面也是有水的。北京天安门的金水桥啊，它是单向通行的，但是在这里可以随意进出。正门这边呢是有三个穴门洞啊，摆放了四只石狮子，而且都挂着一只绣球。大门边有石狮子，一般都是代表着贵族啊。这个大门整体看上去也是气势磅礴。它这个门钉呢是红柿素酒，北京天安门的门钉数量是红酒素酒。门洞的右侧是张贴着西葫芦的一些荣誉证书。其实早在2004年呢，它就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啊评为中国规模最大的酒楼，到目前呢更是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中餐厅。这边呢就是董事长与各大明星的一些合影，创始人是秦灵芝女士。大家看一看有没有你熟悉的明星呢？哇，走进来了真的是惊艳到了我，就好像走进了皇宫的三宫六院呢。而且它这里面啊都有独立的宫楼交错，内部呢是更加的奢华，有山有水，亭台楼阁都是曲径通幽的。下面呢带大家具体的去内部参观一下。这里有很大一个青花瓷的水缸。它这个内部啊，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每一栋楼每一个房间对应的都是一个酒楼，就相当于是一间包房，而且也是按照不同的建筑风格与菜系分为不同的种类。这边还有一个轿子呢，大家小时候有见过吗？每上一层楼啊，它都是有一些装饰品的，而这些装饰品啊，有一些是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当然了，这些装饰品也是非常的昂贵啊。你看它这些柱子和这些雕刻花纹的窗户，还有这些金色的琉璃瓦，它整体的这个形态就类似于北京故宫的这些建筑风格。所以网上不是有很多人戏称吗？这是长沙版的故宫啊。建筑风格全都是采用仿古格调，非常具有明清宫廷建筑的气势磅礴和江南园林建筑的秀美。据说它这个西葫芦占地面积也是非常的庞大呀，一共有88亩，在这里呢也是可以登高远望的。看着这城门呢，还是非常气势磅礴。据说它这里啊，同时可以容纳4000人就餐。其实很多没有来过西葫芦的人，听到别人介绍西葫芦的外观如何壮丽的时候啊，就会潜意识的认为这么好的环境，消费水平一定会很高。但其实我在这里了解了一下，这里的人均消费竟然有20、50、200不等的一个水平呢。现在咱们就好好的去参观一下它这里的亭台楼阁，看一看江南烟雨的温婉。其实来这边吃饭呢，你不一定要吃多么昂贵的，来这里打卡拍照啊，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旅游方式。据说西葫芦在顶峰的时期啊，光这里的员工就有800多名，菜单上面啊将近有100多道菜，年营业额呢就有9000万左右。
它这个内部又有假山，把这个江南的园林的风格以及北京的大气啊全部融入在了一起。在没有疫情之前的2018年啊，他这里接待的宴席就有近千场，可以说一般的中餐厅还是很难做到如此大的一个规模。因为大家想啊，在如此大的酒楼里面啊，如果同时几千名客人要准备菜品啊，出品要做到稳定及时，这个难度也是相当的大。而且他这个包厢里面啊也有一些演绎的展示，向宾客更好地展现出湖湘文化以及民族文化。来这里吃饭呢，又能可以享受这么好的美景，又不用门票，我觉得真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。虽然它这个酒楼啊，投资量是肯定巨大，但是据说它在高峰时期啊，年营业额可以将近达到1亿呢。看一看这个就餐环境啊，看着这样的风景就餐呢，确实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不一般。来湖南嘛，大家肯定都是想品尝一下湘菜，它这边的湘菜区是有演艺厅的，所以吃饭能够有这种待遇啊，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一种体验。走到这个亭台楼阁这里呢，它其实很多的地面啊都是贴了这个地毯的，巍巍层楼，青墙碧瓦，雕栏画柱，楼台水榭，无不展示着各种奢华。对于没见过这么大的酒楼的人来说，也绝对是一种震撼。但更加让人足以佩服的就是创始人秦灵芝女士啊。据说她呢真的是非常的低调，她创办这个酒楼的初心就是弘扬湘菜文化，以至于后面呢日新月异，打造成了一派湘楚圣地。不管是从这里的服务设施，还是从这里的工资待遇以及雕栏画柱，都可以给予一个非常高的评价了。其实因为它这边是挨着湖南广电嘛，很多的明星呢也会来这里吃饭，所以来这里吃饭啊，碰到明星那你不要觉得不可思议，因为像这样的酒楼，这样的环境，有明星来这里吃饭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。哇，从这个上面往下看呢，真的是非常的震撼，不得不称赞一下，这简直就是餐饮界的航空母舰啊！秦灵芝女士也是言传身教，炒得了一手好菜。因为她的母亲曾经从事餐饮事业30年，她把湖南各地级市的特色菜，比如常德菜呀、衡阳菜、怀化菜、浏阳菜、株洲菜等等，都汇集在了一起，然后又多了一些创新嘛，有粤菜啊等等，简直就是把西湖楼建成了一个餐饮超市，几乎可以满足所有的旅客来这里吃饭。大家觉得奢不奢华？浇至油头后，加盖做蒸笼。15分钟后，撒入葱花增香，倒入热油一份。西湖楼特制剁椒鱼头，即可待食客享用。西湖楼饮食小贴士：食鱿鱼，食其脑，鱼脑中含有大量鱼油，可以起到维持、提高、改善大脑机能的作用，抑制伤、助记忆。
食鱿鱼，食其鳃，鳃下的肉呈透明胶状，能够对抗人体老化及修复身体细胞组织，